帝君，您总算回来了，可有不适之感？不适倒也谈不上，就是莫名的难过，就如同做了一场梦，似乎梦里经历了各种劫难和苦楚，可是等我醒来以后，又完全不记得发生了什么。帝君若想知道发生过什么，可召司命过来问一问。不必了，记忆过去，也该放下了。帝君修为恢复得怎么样了？大有好转，你可放心。太好了，帝君继续调养，相信很快就能全部恢复了。妙医院那边怎么样？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亲自去查看一遭，所幸并无动静。很好。魔君，宋玄人已死，你已得到宝物，为何还愁眉不展？我在想要不要把这个锁魂玉交给魔尊。阿芒愚钝，魔君为何不将宝物自行留着？这个东西嘛，我琢磨了它好几天，它根本就没有任何功效，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法力，更不能帮我练功。在我的手上，它就只是块普通的玉石。那不如交给魔尊好了。交给魔尊，可以帮魔尊恢复功力、出关。魔尊曾经允诺过我，到时候可以让我统领整个魔族。那这样，魔君不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了吗？如果他不打算兑现承诺呢？魔君，你是说？若魔尊他冲破封印，但并没有兑现承诺，到时候我不但统领不了整个魔族，可能连性命都不保。魔君说的有道理，但这个锁魂玉在我手上真的毫无用处。算了，任何冒险都有风险，放手一搏吧。你要结合与那动画联姻？神魔大帝由不得你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抓回赤红殿。不行吗？这已经是咱们尝试的第七个法术了，若再不行，我也实在没辙了。没事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小燕魔君，你想起我了？以前的事我都记起来了。太好了，
这个法术果然奏效，老子真是个天才。哎，还好吗？没事，只是还有点不适应。记忆刚找回来，不适应也是难免的。你还需要在我这儿静养一段时间。若是你不想面对旭阳，只管在我这儿待着，有什么不合心意的，你尽管提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哎，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我喜欢你，自然要对你好。我以为在这魔族，关心我的人早都死了，没想到还有一个你。姬恒，虽说你喜欢的琴棋书画我都一窍不通，可是这几万年过去了，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你。